时尚玩家整组重新出发，不阿翔偷吃后异常举动。还有阿翔，是我喷的。好，刚讲拿了。喝着香气和体验用烈，找回时尚玩家班底团队开心节目。虽然今天阿翔不在，但我今天还是道歉。啊，刚刚我的一些比较愚蠢的行为，如果弄坏你们的仪器的话，麻烦找酗酒制作人。他对不起，真的很对不起。然后之后也会把这些以前的这些团队这些人一个一个的捡回来。啊，有人说，哎，莎莎怎么没有？因为莎莎她节目很多，对。然后我也在等说她节目一个一个收掉，有机会可以再回来。没有和谐，默契不变数。没有呢，就是差不多，我们两个没有默契的人。对，所以不会变。其实我们两个很少一起在这个搭配，其实很少，一直最早跟他搭配其实是幕前跟幕后的搭配。我有积极的劝他，就专心走幕后就好，但他也都讲不听，也没有办法。因为我们轮班制的，今天刚好他轮休。昨天有冲他家跑？昨天没有。最后还是？最后没有，因为我之前就预约了啊，我就跟他讲我有预约了啊，哎呀，但是我很。开心，我们中间的这个友谊有慢慢的滋生。他做这个动作对他来讲，我相信是他也想很久。你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有啦，因为其实很少平常私底下听到说哦，他们谁找谁啊，谁找谁啊。哎，没想到最近还蛮常听到阿翔会主动找你的嘛。对，那平常他们两个是几乎不太可能的，私底下不可能有。任何的电话交集，我认识他们最早的时候，那就三个人好了，因为那时候他一个，然后阿翔一个，我在中间，他们我还要中间帮他们传话，就坐这么近呢。他就说立改阿翔跟我们阿仔，这样我就立改跟我仔，哦，你仔啊，他们以前过去是这样子的，所以他现在竟然会电话联络了，这个是不止你们听了觉得很讶异，我们也觉得非常非常的讶异。我会早一天换我揪他来我家。